哇，防弹玻璃哦，居然是防弹的。嗨，各位观众，欢迎回到我们的 GTA LSPD FR。好久以前有玩过这种模组，但是最近呢又想说回来玩。不过今天我们不是要当警察，而是要当台湾的 EMT。 哎，没错，有没有看到我这身装扮啊？ EMT 的背心，同安的衬衫，好不好？整体这样看起来有没有更像台湾的呢？不过呢，最重要的是要有救护车，所以我们来抠一下救护车给你们看。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救护车来了，有没有非常的帅气啊？台北市北极府玄天上帝庙捐赠，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护车。哇，真的超帅的啦！而且它这个可以从外面看到你台湾的车牌，真的是相当的有亲切感。里面有各式各样的一些器具哦，量那个脉搏的、心电图的、巴拉巴拉的 AED 等等等都有，还有担架。那我们今天呢是菜鸟医护，我们就来试试看这个 EMT 玩起来感觉会是如何。各位观众，如果喜欢 GTA LSPDFR 这种模组的话呢，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，我就可以来拍看看警察的啊、消防的啊、医护的，好不好？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按赞，还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就先去医院报到吧。各位，那我们现在有接到一个无意识的对象在葡萄子那边，我们就准备了出勤吧。位置在上面这里，城中九二出勤，北区葡萄子救护，一车一人，好不好？我没有伙伴。那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呢？我是问我的姐夫，我姐夫刚好呢也是消防啊，也会出车去救护这样子。我有询问了他一下，到底这个出勤的时候要讲什么，再到人的时候要讲什么，回到医院的时候又要讲什么，这样子感觉玩起来比较 RP， 比较专业一点点。然后我有装了这个灯的部分哦，各位看一下，有应该有一段、两段、三段这样。应该还不用鸣笛吧？应该是载到人之后才要鸣笛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鸣一下好了，救人要紧的，因为他是无意识对象，所以应该就是人家所谓的那种欧卡那一种，对不对？好紧张哦，吼，自己一个人要处理这种东西，有点害怕。稍微给大家看一下内部长怎么样，里面没有太特别啦，但是有多了那个灯哦。来看一下对象在哪边啊？这里也倒在路边呢。好，我们先把车靠旁边。城中九二到达现场，那我们先来把担架这个拿出来，还有医疗包也拿出来，担架给它拉开，哦，这个超帅的，居然还可以打开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推出来了。虽然它的动作呢，其实是没有贴在地上，但我觉得也还可以啦，哦，好，先把担架给放下来。好，然后医疗包也要拿，医疗包。那我刚刚有问了一下我姐夫，他说那个鸣笛哦，就是你从分局出来的时候就要鸣笛了哦。好来，那我们也把医疗包给放在这边。那我们现在跟这个先生讲话一下吧。Hello， 先生，先生，你可以听到我吗？啊，看来他不是真的怎么样，这是个谎报啊，是不是啊？我觉得他应该是喝酒醉，他只是想睡觉。可以让我自己一个人吗？我很累。哇哩嘞嘞，我们只是要来确定他 O 不 OK 啊，所以他真的只是看起来像是喝醉吧。哪里？Oh my god， 想要攻击我哈？你想要攻击我？嘟的笑哎，嘟的笑哎，警察，警察，警察，你来，你来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个人超派铁拳，超派铁拳，我跑就是啊。不要浪费医疗资源，你要喝酒醉去旁边滚啊你啊！原来是虚惊一场，担架收一收啊，医疗包收一收吧。好，那还好没有很紧张，好吧？我刚才问我姐夫说，那如果他真的是 O 卡的话要怎么办？结果不是，不过没关系啊，他既然都受伤了，我帮他叫一辆救护车，让其他的救护团队呢把他送回去。好 ，OK 了，回报了。城中九二正准备回医院，发现病人是谎报，原来只是喝醉而已。好，我们回去医院吧。这种事情我觉得应该现实中也是会遇到的，也许是有些人呢看他倒在路边，所以就这样子call了119了这样子，哦，各位我们回来咯，先把车子再撸进来，等候看看还有没有什么案件发生吧。 A few minutes later， 来，各位有案件了，是一个糖尿病的，来吧，我们去看看好了。在 Harmony 服装店的旁边这里，它这鸣笛有好多种，有很急促的，也有一般的，这个应该比较像吧。好，走吧。城中九二出勤，前往北区 Harmony 救护，一车一人，不错哦，越练越顺哦。OK， here we go， here we go。那目前这个插件哦，都好像是在中区为主，那其他运输的话，好像会跑到市区的一些医院。那我们就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吧。我是觉得这个之后如果还可以搭配跟警察一起来互动的话，就更棒哦。
今天天气真的相当好哎！我觉得在 GTA 里面玩这种救护其实也蛮好玩的。之后我们应该会来玩警察看看。不过警察听说插件相当的多啊，如果要玩得丰富一点，可能要装蛮多。这个我再研究一下。哦，是在旅馆这里哦，旅馆这边啊 ，motel 这里，这一位吗？这一位吗？坐着那一位吗？哦，是站着这一位，这个妇人哦。好 ，OK， 先把鸣笛给关掉。陈忠九要到达现场，现场有一名伤患。好，来。我们来拿出我们的急救包，真的好玩，好像真的自己是医护人员一样。我们先跟这个人讲话看看啊。My name is Chen， 我在这里面呢也叫 J Chen， 然后我是 EMT， 你怎么啦？可以告诉我 ，and 你的名字。他名字叫 Kyla， 他不确定他怎么了，但他觉得他可能跟血糖有点关系就对了。所以我们问他是不是有糖尿病啊？他说我有糖尿病，但他不确定他是属于哪一型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应该就是帮他做一下评估，做一下检测，先确定一下病人。老三你吗？是这样念吗？确定他的一些生命真相，看起来是一个很稳定的病人，所以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啊。然后他这个插件哦，蛮厉害的是，它还可以评估这些 ABPU 啊、昏迷指数啊等等。但不过这一个生命体征呢，是一个很正常的人，所以我们就不用了。我们先来帮他测测看血糖到底是如何。哦，你看很酷吧？真的有那个血糖机呢，超帅的啦！如果他低血糖的话，我们就把他后送。28应该要倒在地上了吧，对不对？低血糖了呢，啊，我们先把担架抬出来，这个有点不太对啊，28超级低的。好，把担架拿出来。我们直接后送，直接后送了。好，我们把担架放下，然后请病人躺上来。OK， 然后升起来，然后我们帮他打一下葡萄糖好了，因为他真的可能太低了，因为我们不是专业的，所以可能有一些操作上或者是讯息是不对的，所以大家多多包涵。如果不对，再换一下方子证。这边有一个 glucose， 然后他有讲到说是糖尿病可以食用。好了，我们已经给他这个葡萄糖了，再 check 一下他的血糖，确定这样子有瞬间补充到他的血糖，然后我们再赶快后送。28。啊，这不给我，这不给我，给给给给！小姐，小姐，不要担心，我马上后送你到医院哦。好啦，那你安心坐着，我们赶快出发。城中92糖尿病患者一名，年约40，女性，意识清醒，主要问题血糖过低，过去病史糖尿病，目前血压还没量，心跳忘记量，血氧忘记量。目前呢，给予葡萄糖注射，送至 CNDER， 约5分钟后到达。我刚忘记量他的心跳跟血氧了，基因高马上量的啊、哦，没关系啊，菜鸟嘛，没关系。说实在的，要做一个专业的，光要背这些东西，了解这些东西就很不容易了呢。我们以这个马不停蹄的速度，赶快前往 CNDER， 这样子就完成我们的第二个任务了。结果，血糖过低不行啊，会昏迷的。各位觉得好玩吗？我光背这些术语背到快气笑了。我们现在已经抵达生理秀的ER了。OK， 城中92到达。啊，对不起啦，刚不小心撞到旁边的人啊、哦，对不起啦，我也是为了要救人呐、啊，糖尿病患者呢，哦。好，已经抵达了，已经抵达了。走，医护人员是会互看不爽的啊、哦，好不好？我们大致上先玩这两个按键，因为它还有新的版本哦，我还没有实装，下一次我们可以再来装装看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我还要买了哪些台湾模组的车子。除了那一台救护车之外，我还要买了刚刚也有出现在荧幕上的 Full Panda， 帅吧？哎，这个真的是我们台湾的 Soga 枪嘞 ，Kimco 的呢。后面还用了这个 Full Panda， 而且还是碟刹的，单臂正气 NJE0180， 很酷哎。之后可以考虑来做外送员，好吧？我总共好像买了5台还是4台的样子啊。第三台是我们的德利卡，台湾保全，这个应该会是运钞车，所以之后如果我们玩警察模组的话，你应该会看到运钞车都会变这一台吧？我在猜。好，贵重物品就交给我们的台湾保全，还有真线送员哦。啊，不要真的打呢，我不晓得那电话是不是真的呢。好 ，OK， 我们看一下内装长怎么样。玻璃看不到了，玻璃简单啦、啊，你把玻璃撞破就看得到了哈。我试试看，哇，防弹玻璃哦、喔，居然是防弹的、欸，哦，破了，酷呢，这个有模拟到，帅，可能是因为防弹所以看不到吧，哦，哎、欸，这个酷，这是我们的第三台车，台湾保全，
第四台呢是我们的小货卡，这个应该也是三菱的吧？哦，没错，也是三菱的。然后它有另一个物件呢，我把它叫出来给你们看啊。另一个物件就是这个阿雄帆布，很道地吧？这个我们常常在路上看得到，有些人呢，挂猪肉啊，挂什么的，好像都会放在这里面嘛。哦不，这玻璃也是看不到的哦，所以这个尽量不要用第一人称。应该这个玻璃呢也是采取防干玻璃吧，不然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我们的第四台哦，还有一台，还有一台，所以我总共买了五台。最后一台呢是我们的台北市环保局垃圾车，不过这一台有点怪怪的，我可能再跟他们商量一下，因为它这个车子好像稍微有点穿模，会跑到地上。有厨余回收桶，里面真的有厨余哦。好多垃圾袋哦，欸，不过不是说要用透明的垃圾袋了吗？哦，车牌也台湾的 K119350 绿色的，这台的玻璃就看得蛮清楚的哦，里面还有灭火器等等的。我们进来看一下，它这台灯呢是可以闪烁的，但是不会叫。进来进来进来，都不熟，开起来会这样子啊，有点重头轻的感觉，可能有点垃圾装太多了吧。这个我再跟他们问一下好了。以上呢就是我后来呢为了这个 LSPDFR 台湾模组呢多买了几辆的车子哦。之后应该警车那些我会再找一下，或者是再购买一下，这样子我觉得整体拍起来应该更有 feel， 还有 GoGoRo 啊什么之类的哦。以上大概就是这几台1、2、3、4、5，还有我们今天的这个15模组，希望各位喜欢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也喜欢频道，也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好让我们可以拍更多不一样的 LSPDFR 的 GTM 模组。我们就下次再会喽，大家拜拜。